万万没想到，当科目三遇上交响乐 BGM 一响，瞬间有种走进了编制的炸裂感。交响乐团广场舞神曲立马化身史诗战歌，交响乐版月亮之上一响，直接给蘑菇一种收复月球的感觉。大家一起喜羊羊，对小学生来说可能有点幼稚，但对大学生来说刚刚好。师范学院合唱团携手交响乐团表演《海阔天空》，一开口，热烈的青春感扑面而来。好了，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听听交响乐版旋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
你们有没有营业执照？你们是不是属于非法经营？你管不到了，开，开，开！这波执法与施法的 PK 真的是看呆了蘑菇啊！小伙伴们，该梗的由来是一名男子找不到停车位，看到占道经营的小贩瞬间崩溃，随后和摆摊大妈起了争执。可没想到大妈一记魔法攻击把男子整懵了，于是退退退，网络演艺大赛正式拉开了帷幕。你们有没有营业执照？你们是不是属于非法经营？开！开！开！走！你们有没有营业执照？你们是不是属于非法经营？你管不到了，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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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字。绝。然而在众多模仿者中，只有田姥姥的模仿被网友称为超越原版。姥姥，大伙都说里面的大娘是你，根本就不是我，你可真不像我耶。姥姥觉得咱俩有必要整一段，证实一下这不是咱。这不是我呢，不是我呢。请看正片。谁让你们在这里卖东西啊？你们有没有营业执照？快快快快快！如何成为一个国际超模？今天要拍的是 Chanel。心境氛围感变装天花板必须是这位名叫垫底辣孩的博主，凭借从屌丝变身男神的逆袭式变装，一夜涨粉百万不说，更是前往品牌官方追着合作的对象。而由他掀起的如何成为国际超模的模仿热潮，更是在网络上被疯狂整活。谁还没听过吴姐的这首《姐你撩不动》，霸气又自信的范儿，丝毫不输《姐就是女王》啊！而歌曲也凭借洗脑式土嗨，疯狂圈粉了大批模仿者。别跟姐姐假惺惺，姐姐啥都看得清。别跟姐姐玩套路，小小伎俩你瞒不住。别跟姐姐绕弯弯，直来直去姐喜欢。别跟姐姐玩虚伪，小心打断你的腿。好了，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看看还有哪些模仿是你忘不掉的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潘周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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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9岁。欧豪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：你喜欢长发的女人还是短发的女人？你要如实回答我。短发。天妹是我的短发被女儿留。